前面我们练习过的这个数学函数这个练习题啊，打开来之后的话呢，切到那个工作表里面有一个叫 count 的函数。那假设我希望知道四个问题，上面这个范围里面，这个范围里面呢，如果它，我先加个框线好了，这个范围里面呢，我想知道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的有几个。第二个问题是里面呢是有资料的有几个，有数字不仅仅是数，其他的话可能是 true false 啦，文字也包括啊。那再来的话呢，里面没资料的有几个，空的有几个，这个范围里面如果是数字而且是大于30的有几个，也总共有四个问题。那如果这四个问题其实就四个函数啦，那这四个函数在哪边呢？其实很简单，插入函数里面找到统计哦，统计里面呢，请你往下找到 C 开头的， C 里面开头找到 count， 那其实哈、就是刚好 count 是第一个，计算范围中包含数字哦，有没有？找数字， count A 是什么呢？非空白，那就是有资料的， count blank 就是什么呢？刚好是空白的， count if 就是大于多少的，有没有？所以呢，如果用 count，特别重要，这个范围里面给它，这范围里面有几个是数字？53个。这个范围里面有资料有几个？有资料的话就count A， 所以哦，特别说count A， 这里面的话有资料的话回来就是59 ，OK。所以意思就是说哈，里面的话呢有六个，59减53嘛哈，就是非数字的。所以如果又多一题非数字的话，就把有资料减掉。是数字的，那就是非数字的部分。那没有资料的话，就是插入函数里面呢，你可以用的嘛 ，count blank。所以 C 开头有一个 count blank 这个，好，然后把范围一样给它。这个范围里面呢是空白的，有七个，所以加起来66个，刚刚好。啊，大于30的话呢，一样是 count。特别重要，这个 count if 哈，跟那个 sum if 还蛮像的。那 sum if 的话呢，就是 range 加 criteria 加 sum range 有没有？就加总的那个啊，这个是只有两个 range 指的是这个范围，条件的话呢 criteria 大于30，不过你移开一样是一个字串啊，前后会加双引号，其实 criteria 所以它也支援万用字元啊，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加星号问号都可以哦，按个确定，有七个。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就是说把那个 count 相关函数先练习，然后呢并且再开启那个黑名单筛选，想想看有没有方法一键最好以后啦一键按下去自动帮你把那个查询黑名单有没有全部帮你找完，然后呢列出你要找的那一些黑名单，那这样的话就方便了，明白？对，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他说每天光花这个找的时间就花一堆，后来我跟他讲完之后按个按钮，他每天就按按钮就好了，按下，对啊，就其实就是把旧的清掉嘛，把黑名单调出来啊，可能他从 database 啦、或者是从哪边网络上捞一捞之后就 OK 了啊，对不对？啊，本来就不会那么复杂啊，只是说你不知道有这些快速的方法，那你也只能用土法炼钢嘛。啊，可是问题哦，如果你每天做，假设一年里面，你看把那些时间加总起来，你会浪费多少时间？所以以那种以一个老板的角度来看其实他真，我觉得倒不如花一些时间让员工的专业技能提升，不然的话，每个人都在做一些，就我看我觉得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如果会写程式，这很多事情就可以把时间省下来，你应该去做那些可能电脑无法取代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应该去做一些自动化的流程设计，我觉得会比较有那个价值啊。只是说目前可能那个风气还没有到这么的明显，不过未来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有危机感，因为如果你不会写程式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因为人力跟那个像这种跑个回圈结果无法比拟的啦所以以后如果说你的工作里面可能就是可以透过程式解决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隐忧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那个黑名单筛选部分哦。